你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？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我懒得跟你吵。你不跟我吵，你又要逃避问题。那你走好了，走了都不要回来。好啊，我走。对不起，我也感到很抱歉。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我在想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一起祷告了。太久了。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您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弱点。